太香了，热了两个猪爪子，然后回来等你拌凉菜。怎么样？还行。你粥会干啥呀？凉着吗？凉了不就白热了吗？那我来热上。换了衣服啊，好点没啊？还那样啊？这脸不高兴呢。哎呀，完了就快进屋，把衣服脱了，在屋里热。我想拍了的，但是我怕拍完不好。拍啥？你看你没回来之前，我想把黄瓜都整出来。你就拌出来就完事儿呗。怕我拌的风味不对呀、啊。哎呀妈，咋拌咋吃。你不炒点菜，你这肉都切好了。不知道炒啥呀？今天，昨天炒的土豆，今天不知道炒啥了。我今天摸着炒白菜，这黄瓜够皮儿的，你也没整。这干净，棒面的啊。棒面的，那南瓜的看出来。南瓜的、啊。看看今天二宝的作业。跟你姐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是看图列算式，然后一会儿吃完饭就开始写作业，怎么样？还行。跟你姐一起写行不行？行。我姐有没有这种卷子？有。写作业。丹姐赶紧睡觉。丹姐今天不得劲，让她早点休息。啊。能吃吗？能吃。这小馒头蒸的太漂亮了，老好吃了，老师。我感觉再加上个耳朵，好像是小白兔。啊？这个加上个大耳朵就变成小白兔了。嗯，尝尝妈妈蒸的大馒头，吃吧，特别带劲。我吃这个小，这还是白的呀。面没蒸好。馒头啥玩意不蘸没味道。喝点大米粥。馒头好吃，我先搁点黑蜜的，他家没有了。你这六的都凉了，六凉了。嗯，那我是不是六凉了？是不是没六热？这个时间短了，没开火啊。我先我这玩意蒸的老暄乎了，我放锅里没开火，是不是不热？嗯、买的跟没热是没啥区别。我这光热猪蹄子，我寻思。也行，这么吃。嗯，看看这大馒头，怎么样？特别带劲。哇，为啥不拍我呀？嗯。做大蒜也行，撒下去。馒头蒸的确实是不错呀。你看。凉的也不硬，多软的哈。是你做的吗？啊。你选好，你这饭那火龙果的呢？没有火龙果。先早点休息。啊，作业明天也写，干啥？明天也写。就背视频那儿。明天背，放假了。赶紧睡觉。上学校让谁去休息去？吃饭你写作业啊。你看住。行。爸爸看住我，嗯，哎，叔叔叔叔睡觉完了，爸爸。嗯，吃完了饭，二宝开始写作业了。是小于号。嗯，写吧，你写完爸再看。小于号，九，二就是八，九大。对。大于号。爸爸谁大？你自己想。嗯。多的是小白皮里的，少的是搁外面的。那是谁？你今天过去？不六。
好好坐着写啊。还有什么？这个是九减二，跟谁连到一起？你算算。跟七又连到一起。那就是连线连上啊。然后算算，八加二等于十。那跟谁连到一起？跟十连到一起。你妈，你妈真是这么厉害的。嗯，然后这个八加二。八加二。跟谁连到一起？还是跟十连到一起。对了，就这么做。对吗？对。猜到。明天带学校去是不是啊？嗯。